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的优瓦龙拳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那么我们还没有来实战过，开始之前我们要先买一个礼包。来，这个老爹我看一下罗伊的影片啊，他说这个新的系统啊比较划算的礼包就是这个阵营专精扩展礼包，怎么那么老舍啊，我买。还有这个阵营增进提升礼包，我再买。系别专精提升礼包，我买买买。啊，这个罗伊说盘子在买的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我就是盘子啊，我买不完。好，然后这个也买一下。差不多了吧，重点的我都买了吧。这个要买吗？啊，这个价格是问号是怎样啊？哦，还不能买了，还不能买。好，那么现在角色优瓦的龙卷，我们的优瓦春卷解除限制，再解除潜能激发，我激发疯狂培养，好，再来。直接来到四星之战，开启疯狂培养，各位哇，这个紫色碎片不够哎，哇不够哎，因为我这个角色天赋还没练好啊，没关系，那就先这样子吧，把这个稍微升一下。这个也稍微升一下。然后钻进可以合成。哎，我刚刚买了一堆怎么都不够啊。这个手册还是在包包啊。哦，好，这个之后老爹来研究一下要换哪一个，好不好？先不要乱用啊，等下用错怎么办？那么现在竞技场，让各位见识一下老爹的优瓦龙拳到底有多强悍。布阵，我们要把谁换下来？理论上要把钢铁骑士换下来，对吧？不过钢铁骑士换下来的话就很怕那个大嘴吧，很怕那个大嘴哦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先打这个没有大嘴的角色啊。好嘞，好，波波老爸战力算是第二高的，挑战我们的波霸，让各位见识一下老爹的春拳到底有多嚣张。好，我们的闪光优先打了15000万，再来。哦，春卷只是一个追击，伤害就那么高了，一个追击就那么高。哎，不过我的春卷快挂掉了，靠腰哦。哎，怎么那么没魔动桃啊？我的春卷好像有点魔动桃哎，没事没事，还在还在，老爹的春拳依旧健在。
受けてみろ。我们再来。ミサイル発射。对面的钢铁骑士。360万，我们笑他。我的春卷晕倒了，不过不紧张，我们又晕完了。春卷怎么剩下一点点啊？撑住啊！对面的人马。钢铁骑士主动攻击，7500万！我的队伍一直晕呢，都给你打就好了。刚刚那什么？没有打架的2亿，刚刚春卷3亿啊，一个普通攻击就3亿啦。吓死人啊！老君的 PI 1亿的伤害，我们继续。春卷加油！优娃春卷，啊靠腰啊，笑死人！你身为优娃，打那什么鬼伤害啊？不要来乱啊！而且你的血怎么那么少啊？好，继续。老子的春卷一个追击，340万，注定来搞笑的。好，再来。牛群一场480万，没有萨迦的还是这么痛啊？哈，春卷你打4D伤害，你对得起我？哈，你打4D耶，闪光打这个100万都比你强啊！不是啊，700万一样丢脸啊，春卷啊！奥特莱，不是100多万一样丢脸啊，谁卡我？有没有吃饭饭啊，春卷啊？哦，不过我的春卷好像有点惨呢，怎么赢的？好，不管了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再来，我们挑战第二名的，我没病啊，我无病啊，不过要放上我们的钢铁骑士啊，因为他有大嘴啊，他有食人花哦，来。看他的脸，实在是不像没有病啊！他那个汽车人那个脸啊，看起来不像没有病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挑战我们第二名的蛙伯杯，顺便看一下到底是钢铁骑士比较强，还是优娃春卷比较强哦。来，对面的僵尸侠4800万。老子的春卷2400。春卷你在干嘛？不要打那个笑死人的。钢铁骑士干了6个，4100万。我们再来。我相信这次我的春卷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我们等主动攻击，春卷的主动攻击。他晕倒了，靠腰。对面的食人花5400万，再来。我的春卷死翘翘啦！那样那样，靠腰。好，没有大家的3D伤害，顺便复活老爹的春卷，没问题。我想要看我的春卷可以打多少啦，那样那啦。好。哦，是追击啦，追击不用，追击本来就不多了，又是追击，来一个正常的伤害吧，主动攻击，1亿4000万，各位，1亿4000万，好像还可以哦，不过还有这个，他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
他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崔雪啦，还有还加上崔雪的伤害，这样应该就有2亿的伤害了吧？还行啊，可能练度还不够高、哦，之后老爹会把这个春卷的练度再练得高一点哦，看能不能打出更爆炸的伤害。钢铁骑士杠了2个，660万。他只剩2次啦，轻轻松松，直接带走啦！不要撑啊，你已经输了。那么我相信哦，很多人看不懂老爹在打什么。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这个人马核心啊，就是这个钢铁骑士人马形态驱动骑士啊，驱动的这个人马哦，这个人马核心是坦度很高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玩的是这个同地的这个菜刀流啊，其实是比较烂一点啊，不过伤害打得比较漂亮，重点是比赛会比较快结束啊，所以老爹目前都用同地核心来展示这个竞技场。好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受けてみろ。